欢迎来到 Stylin 与 Yubin。 我们今天讨论传统运动胸罩和 CCJourney Bridle 之间的区别。一般传统运动胸罩都有比较宽的肩带和质感比较厚的饮料，提供更好的支撑，适合长时间运动的人。对于我们 CCJourney Bridle 是以模仿变身为主，我们的设计是以不同的布料和色彩，让你在不同的场合展现出不一样的风格。能够看得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吗？如果你穿上我们的 CCJourney Bridle， 再加上一件外套，就是一种时尚。好了，我要去开会了。